系列纪录片《一水激活万水流》即将播出。河湖通连，气象万千，河湖人家幸福吉林。第一集，水稻。水之道非常道，一个缺水的水乡如何通过河湖连通得以转变？什么植物你要没水就完了？面对洪水与干旱，吉林西部出奇招，河湖连通要成功了以后，咱产湖的水是活了。第二集，再生。抗碱、抗旱、防沙，对于西部人就是一场生存保卫战。人民币改良啊，如果没有水源很难改。河湖连通，连出稻田、湖泊、湿地、草原的再生。第三集，守望，守卫传统，守护自然，追逐幸福，面对未来，充满希望，守望。不能再破坏这些生态了，野生动物啥的现在也都非常多了。这里紧邻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一个叫扬沙泡的地方被当地人叫成扬沙泡。这里在中生代末期，湖水面积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湖青海湖的10倍。这里应该是水乡，却曾经严重缺水。牛沁套泡围场被当地人去掉了沁字的三点水，成为牛心套泡。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有31年出现春旱，22年伏旱，28年秋旱。干旱、风沙、盐碱化考验这片土地。今天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河湖连通，一切以水为发端，水是这里的生命线。嫩江，松花江最大的支流，来自于大兴安岭北麓。嫩江又被视为北缘松花江，在中国东北的腹地，江水一路向南进取。然而，不是所有依水而居的人都能逐水而行。人们还记得1998年嫩江流域那场洪水带来的灾害。我们听惯了就记不住这个火车过火车过铝会栅栏，我栅栏毕业前睡不着。一发黑的地方就是98年的最高水位1314米，98年的房子都进水了，是不是？嫩江有记录以来98年最大的洪水。来的第二号洪峰的时候，上游冲下来那个什么猪啊牛羊马驹有的是，我就感觉就像那个山上放牧的顺财的那种，可叫全是那种，全是那种。每年发生大水的几率还是少的，但是你平水期或低水期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洪演练。一旦大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员和设备都能拉出去。河湖连通过这个工程吧，增加了咱们这个整个的积水面积，完成的时候800里旱旱，以前年年刮沙尘暴，就是我们测流前就是刮起沙尘暴前身上都是油点的。这2年就这个沙尘暴都少都少了，我就希望就是将来之后风调雨顺，老百姓每年都有一个好的收成，有一个丰收年。而今天面对洪水的到来，人们却是另一番心态。上游连续几场暴雨之后，洪水带着轰隆隆的响声突然冒出地平线，呼啸着冲过干涸多年的交流河河道。水过处，
两岸的土地不再干涸，河床得以润泽。交流河原是桃儿河比较大的支流，之前已经断流22年。洪水的水头从呼和车立蒙古族乡出现，一路奔入桃儿河，两水交汇处一清一浊，泾渭分明。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洪水，人们没有紧张的情绪。干涸的河道，孩子们从未见过有水流过，人们盼水求水。今天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只有兴奋，没有恐惧。人们很自然地把这次交流河的洪水当作一次意外的收获。如今有了河湖连通工程的疏导，通过桃儿河上游的龙华土分水闸口，这股洪水将被引入干渠，一路南下注入沿途一个个抛凿水库，再流向池塘和农田。有水就有收成，这股洪水在注满盐铺水库后又被输入创业水库。创业水库刚进水，附近的水田大户和水产大户就盯上它了。尤其是在创业水库旁边的湖抛沟承包养鱼的刘贵，他所在的抛塘原是寸草不生的简巴拉，河与湖相连互济，简巴拉变得鱼满塘。好的鱼子发点鱼大天然的野生鱼。每天刘贵都乘着自家的小渔船出现在湖面上，如此情景下，刘贵召唤着自己养的大雁一起来到芦苇深处打捞鱼货。原先这地方就是个啥呢，就是大浅坑，好的不咋那湖连通嘛，通了嘛，通了上水了，完了我就听你聊过了，总计分五连头了，去年就30多万块钱。由于附近的地质层不适宜打井，刘贵把鱼塘里的水无偿放给村民们灌溉土地。你让我有水能挣钱了，大伙儿知道这点水也借老劲了。那对，他就是附近打不了井，得有500上地浇。我这个我咱们放在大坑里都，这要不浇都扔了，这地浇两遍了。我在这前儿这不是浇两遍了，也研究打井，打了100米深也没打出水，打井是不可能的。你像这杂草出来了，你这现在你 就这几天，这16天，那你没有草鱼，你草鱼少呗。啊，那你就抓紧投啥吧，投点草鱼吧，草鱼苗多投点。我们桃南这儿河湖连通工程国家投资4.3亿，这4亿多要靠我们地方财政困难很大。正是因为省里这个河湖连通工程，由省里投资和国家投资，我们这些渠道都得到这个完善了。所以说现在你才有条件把水淹到湖里。水之道非常道，河湖连通说的直白就是洪水来时引入湖泊存蓄，而在干旱之年引流动的江水和存蓄的洪水入田地进湖泊补湿地，以求得水的平衡之道。这河湖连通不光是修渠，还有些闸、涵、桥，这是造福后代的一个大好事。一边筑坝防洪，一边河湖连通，把水分流。创业水库放水，水过闸口，一路跳跃地奔向田野，奔向湖泊鱼塘，再造出丰饶的水乡。地质运动使得松辽分水岭从水面上隆起，将大湖一分为二，湖底不断抬升，留下现有的湖泊与湿地。
著名的可可西里地区的湖泊率为7.5%，中国五大湖所在的湖泊率为2.4%。水来则鱼往。月亮湖位于桃儿河汇入嫩江的河口处，一湖汇聚两水，是远近闻名的淡水鱼基地。其实当地的老百姓更习惯称它为月亮泡。早晨前起来就是巡巡塘，巡完塘之后到点了，我们这喂鱼是定时定点定量的，都是机械化养鱼。原来这都得告人，我都养20多年鱼了，那时候那真费劲，一个人养一个池塘都费劲。现在给家养4个池塘，把月亮泡水处建一个蓄滞洪区，所以说现在吧，这河湖连通，这很有作用。要是说嫩江水大水泛滥的时候，可以往这里储，等到嫩江水下的时候，它再可以放出来。我们这个嫩江和我们库里的交界处有一个闸门，等我们库水缺水的时候，可以把这个闸门提起来，把嫩江水放进去。哎，老孙，孙老板，那个，明天得来料吧？先来2吨吧。来，看看天气。啊。下雨这两天。行。明天得打一网，我这要这一网要是打正了，我得打几万斤去。看看找着窟窿，好好找着，好好找着，别大忽视它。这都能扯了，你说好好。哎呀，这干点活咋这么多事儿呢？你这还能扯斜了，这玩意没法补。还咋扯？那这样行不行？天净事老刺的我，其实你说你出去有多惦记你，都夏天贼热，我还怕起风打网，完冬天还挺冷的。惦记不是正常的吗？人都说好女不嫁贼郎，干一行爱一行吧，是不是啊？就是从咱一开始接触到这种行业了，就是非常喜欢，特别到你喂着鱼，这些鱼来吃食的时候，那心情你就给那个安排就老好了，他不吃完走，你都不行得上屋吃饭，就这种感觉。扎住月亮泡，银子没了腰，是当地流行已久的民谚。这里盛产的胖头鱼、白鲢鱼一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吃水饭发鱼财，月亮湖自古就是给渔民们带来希望的地方。这网长是2000米，要是鱼多更晚。花鲢、白鲢，也就是这两种鱼。咱们会儿是大眼网，一会儿就看到了。这鱼越聚越密，密度大的时候，它就咔咔就开始蹦了。现在圈太大，好像鱼不能有太多。现在有几万斤，反正得有。现在就越往后头聚的时候，这鱼越积堆，积堆它就蹦。白鲢就这样事儿，这白鲢这玩意就得冬天打到冰盖封上以后，它不蹦。咔咔全拿上来。坐这儿啊。上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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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农民种地的他妈一身土一身泥，打网的就这样了，一身水湿捞的就。咱那鱼时候轻点摘啊，这伤挂上就通红了。行了，别嘚了，让他们给底下摘完了再说啊。中国第七大淡水湖茶干湖，在水的滋养中万物觉醒，由此这片神奇而充满灵性的湖水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千年的渔猎在此地扎根繁衍，经久不息。
比起冬季冰封的查干湖湖面，夏季查干湖更能显露出灵动的气息。凌晨三点，鱼把头张文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渔场。在这片熟悉的水域里，张文已经打了30多年的鱼，而今天这一网将是张文退休前的最后一网。在东浦时号令70-80名渔工，每网20-30万斤的渔获也是稀松平常。那前面船那进完点，就赶紧开始下网。通过这个产湖这个河湖连通成功了以后，咱产湖的水就活了。不同于东浦，在下浦里，渔船替代了马匹，渔工的数量减半，6寸网眼改为3寸网眼，将育鱼捕鱼结合。唯一不变的是鱼把头对于地点及风向的选择和把握。中午12点，收网的时刻到来。科学去养，完了科学去捕，咱们一年投放多少米？完了，咱们一年捕进了多少成鱼？咱得保护好咱们这块水域。查干湖的头牌胖头鱼仍然是渔获里的主角，而从满网的虾中也能看出查干湖水质的变化。有水则腥，一水一重天，查干湖人深知其中的道理。那张网，你看看湖上边。我们过去小土房变成了砖瓦房，我们过去这个挣几十块钱到几千块钱，现在几万块钱，现在每个人每年都是10几万块钱，咱们变成了鱼米之乡。而当年意气风发和老把头学习捕鱼技能的张文，也在重复着当年师傅所做的事。一口就像咱手似的，你要记正的了吧，他就记住了。基本上呢，系反了以后一拽它就开，这口我是水风机。初中有戏呀，这打鱼的话，你要不细腻，鱼就给你打到鱼堆上，你都打不了。对，像我这岁数大，马上退。他珍惜查干湖今天的收获，也珍视查干湖未来渔猎文化的接力传递。在自家的小院里，用铁锅炖胖头鱼，即使是河湖人家的平常饮食，也会品尝出新鲜的人间风味。这家20多斤的，这是生活好玩，吃这么大鱼，原先就是不可想象。那对呀，这大鱼还能舍得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好的能吃着。河湖的连接换来了湖泊的勃勃生机，而江河之畔的人们也开始和自然有了约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使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说到查干湖东浦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我们查干湖渔猎文化的非遗的传承人张文章把头。欢迎张把头。对，大家好。来到查湖啊，我们查湖的渔猎是一个千年的历史文化。查干湖渔猎文化博物馆内，张文给游客当起了讲解员，这是他退休后的新工作。他想给查干湖当好代言人，把查干湖的千年渔猎文化说给更多的人听。非常古老还神奇的一个，就咱们流传到现在，每个人来到查湖，我都能给他讲解的这个查湖的渔猎文化，那比我50-60人可要多得多了。每天都在湖边上转，
就想着咱们的水，咱们的鱼啊，没别的想法，太幸福了。过去不敢想念的东西，现在实现了。嫩江流经的科尔沁草原，原是河川众多、水草繁茂之地。上世纪中叶，人为、自然、气候的干扰，小河小岔相继断流，耕地干涸，草地沙化。昔日的苍茫草原，蜕变为连绵起伏的茫茫沙海。吉林省通榆县新河屯，地处吉林省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的东部边缘。这脚底下看着点儿，这底下这个草有的时候它横过来就绊脚了，大家抬点脚走。对，以后咱们来吧就都得穿那个长裤，然后袜子也穿高点的。2020年，这已经是万小白回到家乡的第15个年头，也是他和父亲一同环保治沙的第20年。万小白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浙江工作，之后回到通榆，成为这片沙地的第一位志愿者。直到今天，他和父亲万平是这片绿洲真正的守护者。我在南方工作的时候，我们俩也经常打电话，就是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也会找我。其实很简单吧，我觉得如果你的父母遇到了一些困难，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回来照顾他。因为很多人就问我，就是做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没啥思想斗争就回来了。聪明不能喝这个，这玩意沉，稍不注意就把人砸着了。咱们这些年就这样，要你这个稍稍往上一点，这头呢你大约往这儿搁了，你这个长点吧，你好记。整完之后连着塑料袋都拿东西去。父亲万平今年60岁，这里是万平年轻时插队下乡的地方，曾是记忆中一片绿浪翻滚的美丽草原。然而过度的开荒放牧，土地沙化，加上西部气候干旱，曾经秀美的草原转眼间风沙咆哮，寸草不生，成为我国四大沙地之首。我是99年回到科尔沁沙地来找这块地儿，当时一个县长说，老万要签合同了，你想好，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经济最落后，这么一块地儿你准备要包下来啊，赔不赔挣不挣你自己想好签字。我说你放心吧，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儿。2005年，看着父亲治沙创业举步维艰，没有万小白决定从宁波回到这里，帮父亲一起从事环保治沙的志愿者工作。没想到这个东西越做越难，尤其头2年种树不活，我们打了井，搞了基建，做了围栏，那时候基础设施的投入是很大的。为了解决人手和治沙资金的问题，万小白注册了吉林省第一个民间环保公益组织——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有的妇女可能说这么一句话。虽然你那事儿啊，你们说的事儿我听不懂，什么环境保护生态，但我就知道万大哥这来大学生来了，为了万大哥这事儿来的，碰到大多数的新河屯的男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示范区的建立，100多晌的沙坨子恢复成草原了，那么整个的新河屯地民的前屯，那么这个屯儿不被沙子淹没了。万平已经不再年轻，样房的事儿，虽然他从没想过离开，但也决定把这里交给万小白和更多的年轻人。然后万小白的志愿者队伍日渐庞大，来自全国200多所高校的5000多名年轻志愿者成了这里的治沙主力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沙丘
传递生命的绿色。这些病房里头，这植被是非常多的，这都是伴着长出来的。对，这里面还有别的植被，你看，不是说咱们人为去干预它，说让它这块去长什么，它都是自然恢复的。所以说，整个我们这个20年呢，也就是坚持自然恢复为主，啊，就谨慎引进外来物种，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修复原则。小白姐，我发现这个。采集植物样方，是目前万小白志愿者团队的主要工作。这也是2006年至今的第5次样本采集。20年与风沙的抗争，我们甚至可以在卫星地图上轻松地找到星河豚昔日的火沙坨子变身为300万平方米的葱郁草原，植被覆盖率从零起点增长到95%，野生动物有300多种，栽种成活防风林3万棵，恢复野生榆树及杠柳300亩，流动沙丘得以固定，不再东移。真是感觉到，就是前几年全是黄沙，然后有一天变成全是绿色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这是03年、03年5一。跟现在挺像的，戴口罩，戴风镜，这就是刚才我们走过那个方向，一直往西走，看这风。现在你来五一也有风，但是没有这么大沙子。这是当地的小朋友，我们当时都是大学生跟小朋友一起，看这不是走了吗？看这个帽子刮飞了，这就是现在我们这片草场原始状态。万小白把恢复后的草原交给当地农民养鸡放牛，发展绿色农业。曾经嘲笑过万平老万老万只赔不赚，治沙等于自杀的农民们，已经成为治沙的铁杆卫士。人进沙退，沙退绿进，有了绿洲，便有了水的滋润。2020年6月6日，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成立20周年，万小白决定给来过这里的志愿者们发送一份邀请函，带上一份绿色的召唤，用满目的草木青青，期待着他们再次归来，见证这片生命的绿洲。河湖连通工程2013年启动，2014年，国务院将这。巴布勒，巴布勒。